当一个人能够包容所有生活当中给你带来的不愉快，能够专注于你自身的品德而不是利益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就站在了佛性的本性处，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慈悲的人呐。希望大家一定要解脱，一定要放下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幸福就是靠自己的意念来支撑，有的时候一念善在天堂，一念恶你就进地狱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，一定要让自己心中的慈悲心永存，向观世音菩萨学习，向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学习，能够把佛法传遍世界。谢谢大家。要从别人的身上学到智慧，我们要观察人生一切无常，学佛人的未来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实际上，很多人说别人对你不好，你想一想，你对他怎么样？如果你今天改变态度，对他好一点，他一定会对你很好。所以，要管住自己的心，就是在修心。一个年轻人，他去拜访住在大山里的一个禅师，讨论关于他自己的身上的那些业障啊、罪孽问题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附近闻名的一个强盗，他呢实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，他也找到了禅师，他跪到禅师面前说：“禅师啊，我的罪过太大了，很多年来我一直睡不好，吃不下饭，难以摆脱自己心魔的困扰，所以我想找您为我洗净我的心灵。”这个禅师对他说：“你找我可找错人了，我的罪孽比你还要深啊。”这个强盗说：“我做过很多的坏事啊。”禅师说：“我曾做过的坏事肯定比你多。”强盗又说：“我杀过人呐，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的鲜血。”禅师回答说：“我也杀过很多人，我不用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的血。”强盗说：“我做的一些事情简直是没有人性啊。”禅师说：“我都不敢想以前我做过那么多的没有人性的事情。”强盗听禅师这么说，就用一种鄙视的眼光看了他，说：“你既然是这么一个人，为什么还在这里自称为禅师啊？还在这里骗人呢？”于是他讲完话，轻松的就走了。这时候在一旁的年轻人就一直没说话，等到这个强盗走之后，他跟着禅师说：“师父，我很了解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，你一生当中从未杀生，为什么你要把自己说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呢？难道你没有从这个人的眼睛里看到他鄙视你，对你已经失去了信心吗？”禅师说：“对，他的确已经不信任我了，
但是你难道没有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他憎恶改善的感觉了吗？还有什么能够更让他弃恶从善呢？这个年轻人激动地说，师父，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美德。远处传来了那个强盗欢乐的叫声，我以后再也不做坏人了。声音响彻山谷。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禅师他不惜丑化自己来感化强盗，一颗慈悲的心令人敬服。其实人的心都是很善良的，哪怕是再十恶不赦的人也有一颗善良的心。所以我们不管对谁都要用慈悲和善良，不管你的孩子多么的难，多么的苦，多么的不听话，你一定要去感化他。在台长救度的这么多众生当中，有的孩子在海外妈妈爸爸难以启口，同性恋，有的是吸毒，什么都有。台长就跟他们讲，这是不是你的孩子？他说是。你要不要救他？要，好好的救他吧，因为你只要把他救好了，你就胜造七级浮陀了。感谢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谢感恩卢台长师父，帮我看看我儿子啊，他是87年小兔子的，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灵性？87年属兔子是吧？哎，对。啊，身上有灵性，脾气特别倔。对，乖。对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儿子要注意了。晚上情绪非常不好，白天还好一点，一到晚上脾气就不好。对，太对了。而且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她喜欢一个人关在房间里，不愿意理别人。对对，玩电脑。台长太伟大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了？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他身上有一个灵性。哦，什么灵性？一个老人家，年纪大的老伯伯，经常到他在他身上。哦。啊，他有没有爷爷外公啊？过去领过他的有吗？有。有了，死掉的有吗？啊？什么？死掉的，过世的。啊，最过世的，对。啊，是外公还是爷爷？哎，他爷爷公公都过世了。都过世了，我帮你看看，我讲出来这个人的样子，你说是爷爷还是外公啊 ？OK， 好。鼻子很大，脸长长的，头发往后梳，个子蛮高的。这里有两块肉，鼓出来的。啊，可能是他的婆婆，他的奶奶呀。什么奶奶啊？男的。男的，哦。男的呀，个子高高的，鼻子很大，鼻孔还看得见，头发往后梳的，脾气很急的，很暴的。想起来了是谁了吗？可能是他爷爷吧。生病的时候比较痛苦，哦，死的时候比较痛苦，身好像身上还腐烂的时候，就走的时候脚也不知道里边是烂掉了。哦，是爷爷应该。对，爷爷。鼻子蛮大的。嗯，在他身上。啊，他的还怎么？这孩子已经有点自闭了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要给他念500张小房子。OK， 好吗？好。你说他糊涂，他不糊涂；你说他清楚，他有时候脑子又不是太清楚。
这个孩子，明白吗？嗯。他能不能念经啊？他不懂中文啊。他是 CBC 啊。对。啊。对。Canada born the Chinese 啊。啊。有英文版的，你尽量帮他念，最好叫他自己也念，好吗？我帮他念。这个孩子执着的不得了，不卖账，不听人家话的，听得懂吗？而且脾气很倔。我告诉你，他有一个地方已经出毛病了，就是颈椎。啊，对对，太对了，他现在就是脊椎有痛了。明白了吗？对，嗯。其他也没什么大问题，你们家里呀、啊。家里气场也不是太好。哦。嗯。那怎么办？给家里念十七张小房子。啊、哦。你家里有佛台吗？啊，我佛台就是我现在也想请一个我们心灵法门的观音菩萨的像。你赶快请啊。那怎么写、放我不知道，我有以前那个旧的我婆婆请回来的、那个、因为你过去婆婆那个请来的除了是供了一个小菩萨之外，边上还有亡人，就是过去的祖宗的牌位啊、哦、对对对，鼓掌、啊嗯、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菩萨倒没来，亡魂倒经常回来，鬼倒天天回来了，所以千万不要供祖宗，祖宗是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把他请出来供，上坟的时候请出来供，平时不能挂在家里的，挂在家里他就会回来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很多人家里为什么老闹鬼啊，你自己请他来他怎么能不来呢？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我家里就是我祖宗的那个没有挂像，就是执一张，他什么时候过世的，我就你去跟他讲啊，把他请下来，平时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再 okay, 再把他供上去，好吗？好，其他没什么啊。他想帮我看看我告诉你，他还有一个问题，这孩子你别看他以后的婚姻很麻烦的啊，他不喜欢女人的。那怎么办啊？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帮我嘛。那我也办不了啊。关系。你要给他好好念心经的。念心经，我有帮他念二十一篇啊，每天啊。他过去应该感情上有过一点创伤的，他曾经啊，应该说有过一个女友，这是学校的时候，后来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所以他现在看见女人他都不喜欢。哦，听得懂吗？他就是网上喜欢玩玩。对，好了。现在婚姻呢，我要怎么帮他才有给他每天念心经。我念二十一篇每天。好，然后给他念大吉祥天女神咒，还要给他念消灾吉祥神咒。哦，消灾吉祥神咒。我现在每天都帮他念，二十一篇心经，还有四十九篇准提神咒，还有四十九篇大吉祥天女咒，还有二十一篇啊往生咒，还有二十一篇解结咒，还有五篇礼佛。五篇礼佛是你问题都给你自己念的，你没有给你儿子念。我不是我帮他念回向给我儿子的五篇。你要帮你儿子念的，念五篇，每天。还有，我刚刚看你儿子图腾看出一个毛病，你以后叫他当心的。这孩子年纪这么小，我告诉你，前列腺已经有点小问题了。前列腺。啊。小便多啊。哦。晚上小便很多啊。哦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了。那让他讲啊，讲完了啊。那我现在要念礼佛五篇，对，给他念吧，你给他念一点经文、okay. 好吗？ OK， 那念要消灾吉祥念几篇？对， OK， 还有其他的大往生咒啊姐姐咒都要念啊，就可以 OK、好吗？ OK， 好，谢谢你帮他放生啊、帮他放生一千条鱼啊。台长，我去
我一月份去澳洲参加澳洲法会的时候，台长帮我儿子看了，他说要放到3000条鱼。嗯。啊，我已经也放的差不多，我参加上海那边的放差不多一千。你要坚持帮他念，你要帮他念经的小房子，否则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以后会有这个忧郁症的。你听得懂吗？我已经跟你讲了。我小房子，我每个礼拜都帮他念，起码都念了5章。你好好帮他念了，好吧？ Okay. 你家里的条件也不错，你自己好好念经， okay. 好不好啊？好好，好了好了。谢谢谢谢台长，谢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恩师台长师父，感恩师父，我帮我看一个66年的马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男的女的？我自己本人。啊，66年的马，看到了，想看什么讲吧。师父，我曾经被人下了杠头，看看，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。看看啊。好，是个男的给你下杠头的。是的是的。当初我不要看，那个人找了人非要把我看，后来看了就生不如死。你知道吗？他拿你的灵魂呐，玩呐。是的，师父啊，我就是玩你的灵魂，玩你的肉体，用灵魂玩你的肉体，听得懂了不啦？是的，是的，师父啊，在梦里我都梦到。在梦里啊，在梦里他就搞你啊，听不懂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记住了，不要随随便便去得罪人，也不要随随便便去接受别人。是的，师父，当初我没学佛。没有遇到心灵法门，不懂，走了很多歪路，受吃了很多苦。现在这个杠头基本上很淡了，也不会对你影响太大，你不要太想了太多，只是晚上还经常让你做些噩梦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是的，师父，现在我两腿没力，这里脖子里还有很多东西。左面，左脖子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在你眼睛上，他也给你安东西了。对对对，有时候眼睛都好像撑不住。看也看不见。对对。而且眼睛干得不得了。是的，是的。这里发热。对对对，有时候经常没神。听得懂了吗？你现在赶紧念大悲咒啊！一天念几遍啊？49。然后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讲的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。让我消掉我身上的杠头。哦，好吧，好，如果你知道这个男的，最好把他名字都报出来。名字我知道，他姓王，不知道全名。你现在不要报啊。哦，对不起师父。对不对啊？你好好念大悲咒，小房子给他还掉吧。师父，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一共彻底把叫他把杠头，你把他挡掉，挡出去的话，84张。84张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你们，不是完全都是他的错。你在跟他交往当中，你也有错，因为现在他告诉我说，你有好几次讲话没有信用，答应他的事情没有做。哦，师父是这样，当初就是不要跟我讲理由啊。对对对，不错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晚上叫他跟你来，自己到梦里来跟你讲理由。对不起，这个样那个样了，他现在讲你不好嘛，你就好好改嘛就好了。忏悔忏悔，对不起。还这个样还讲道理了，你跟这种人去讲道理啊？他杠头都给你下上去了。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师父。差点脑子都坏掉。是的，是的。神经病了已经。对对。要么不好。对对，当初浑身不好，一个礼拜都没法睡，连续几年。好了。是菩萨救了我，念经之后慢慢好起来。你现在记住了，你继续念，继续还债就好了。好了。好。好吗？感恩师父，我放生要多少条鱼？
放生要1300条。1300条，好。好了。师傅、啊，帮我看一个95年的猪，一个男的，现在在精神病院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啊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后脑啊，这灵性在他后脑啊，哎呦，这个精神病人呐、啊，我告诉你，稍微有一点动作的，很喜欢做动作，听得懂吗？哎，哦，赶快500张。500张。好了。好，感恩师父。好了，师父，请师父慈悲。好了，再帮我，没时间了。再帮我看一个，周淑琴的妈妈现在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周淑琴的妈妈？哦、她是2013年9月13号去世的。她叫什么名字啊？死人叫什么名字要讲的呀？啊，死人叫周淑琴的妈妈。啊，对对对。人生苦短，学佛就是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和慈悲。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还有未来；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做人做事要如履薄冰，用菩萨的智慧来化解人间的烦恼和争斗，你才能获得心灵的菩提港湾啊。人总是不满足，你有一个儿媳妇，你会嫌儿媳妇不懂事情；你有一个女儿，你希望女儿在婆家能够掌管婆家的大权；你开车的时候，你很讨厌行人；你走路的时候，你非常讨厌汽车；你打工的时候，你觉得老板太强势，太抠门；你当老板之后，你又觉得员工没有责任心，整天在偷懒，没有努力的工作。你如果是顾客，你会认为商家太暴力；你是商人，你会觉得顾客太挑剔。其实我们都没有错，只是我们站的位置不同。所以学佛人要换位思考，你的人生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啊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，那么我们永远不知道别人他在想什么，所以你做出很多的事情就会做错。所以人要有一个三平的心态，经常要把自己的心变得平和、平稳和平衡。人要有三容的姿态，不管对事物和对人，要对自己要从容，对别人要懂得宽容，对人间的事要学会包容啊。这就是佛法上说的慈悲心，它能转化出无尽的包容和宽容，使你变得越来越淡定。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，解决人生难题的钥匙就是你的心态。我们每一个人要为众生而活着，为别人活着，你就会达到无我的境界。为众生就是为了自己，只是发心不同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，有爱才会有恨，有过去才会有未来，阴阳相生，无我的境界，这个世界无始无终。希望我们学佛人懂得，一切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随缘，那是佛陀最好的
理念呐、啊。在一个社会名流出席的晚会上，有一个两鬓苍苍的巴基斯坦影坛的著名影星老将，叫雷利，他拄着拐棍走上前台就坐，主持人开口就问道：您老还经常去看医生吗？他说：哦，是的，我常去看。啊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病人必须常去看医生，医生啊才能活得下去啊。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大家为老人的乐观情绪和机智的语言喝彩。主持人接着问：请问您常请教医院的药剂师问一些有关药物的服用方法吗？是的，我常向药剂师请教有关药物的服用方法，因为药剂师也得赚钱，也要活下去啊。台下又是一片掌声，肯定没有你们鼓的响。接下来主持人又问了：您常吃药吗？不，我把药都扔掉，因为我也要活下去。主持人最后说：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老人答道：别客气，我知道你们做主持人的也要活下去。人生苦短，学会自我调节心态。佛告诉我们，在无常的人生当中寻找有常的人生智慧，克服烦恼，烦恼去除，你就会产生般若，这就是烦恼即菩提呀。是。